来，这就是你的战场，尽情享用吧。封神极目，把力量给我。打了多久了？分毫不差，30个小时。没劲没劲没劲，打了跟没打一样，太不潇洒了。无计可施，我们已经被这永恒的石洞彻底困住。不，我一定要出去，大家还在外头等着我呢。痴人说梦，这里不会变化，不管什么都无法破坏。你说这里不管什么都不能被破坏？对，还有这种，我连击神招来。那我就可以尽情用那招了。三头八臂火炎金身。这是你还藏着这种绝招？不，其实我可用不了。懂了吧，用这招我就会自爆。难以置信，你想做什么？现在坏不了，我就能随便用了。我倒要看看这鬼地方怎么困得住我。喂，你干嘛自己摔下来啊？不对，我这是被打下来的。啊，我没看见啊。到底什么攻击了你？你们真没看见？上面那个东西发出怪声，我以前打败的敌人就出现了。以前？过去？难道说？情况如何？如您所料，三株同源同根生，一魂独占独留存，他们会战斗到只剩一个。重光大人，大事不好了。说。星链岛遭到袭击，一座卫星岛彻底失去联络。什么？那些昆仑好大的胆子。不，不是他们。这是通讯中断前的影像。力量，我还要更多力量。不会吧，这是虫饼。石矶，你不是说他已经被消灭了吗？大人，我亲眼看着他被轰成渣呀。可他还活着。那我的死结就还在。死结？不可能！
切预言都是为我而生，我才是赢家。青青，你说上面是出口？传说宇宙的时间都来自石洞，也就是说，这里肯定有流出时间的缺口。可那怪风车是什么？那是汇聚在缺口的时间流，分别代表着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。刚刚就是属于你过去的时间被吸走，变成了妨碍。所以我们该干什么？一言蔽之，利用超强的力量暂时停住时间流，我们就有机会穿过它，然后从后头的缺口出去。懂了，金家木家，我们暂时停战。潇洒，我同意。可我们必须消灭你。知道，等出去再慢慢的。起码现在我们是同一阵线。我来打头阵，三头八臂，我连金神。木家，一会儿听我的。嗯，哥哥说的，我一向都听。先答应我。哦，好的。我不会还手，打了也是白打。等出去，我再慢慢算账。不，我们的炸弹已经启动，一旦出去就会爆炸。啊！束手无策，你走吧，我们会协助你的。金家、穆家，你们这就放弃了？命运如此，哪怕我们同样是仿生人，
三人之中也只有你能出去。命运，你与命运什么命运？见鬼去吧！我要做什么都是我自己选的，是好是坏由我自己负责，少拿什么命运来当借口。借口？我说了，现在我们是伙伴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我一定会带你们离开。你可离开石洞，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爆。纸上空谈，炸弹装在我们体内，除非有别的身体更换，不然一切都是不可能。新的身体？确实，这附近怎么看都不可能会有仿生躯体。等等，颜色都混在一起了，顶住系统被恶龙人仿造了。和我一样的仿生人？和我一样？金家、穆家，我们的仿生人躯体是一模一样的，对吧？分毫不差，我们的躯体龙珠完全是根据你的灵珠仿造而成，不管程序还是零件都完全一致。我说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？天才，这让我想到了啊。我有办法带你们出去。这不可能，这哪有新的身体给我们换呢？有，就在这。什么？仿神积木，暴怒之尾，还有一整个卫星岛的能量，真期待你会变成什么怪物呢，虫饼。来吧，快来，李小渣。